哎呦，这快！赶紧，拿过去！钱老，你快告诉我他怎么样了？快点！刀伤不深，已伤过止血散，静养两日，便当无碍。 这可不怪我，我本来是想替你挡刀的，谁让你非要挡在我前面？七哥，你快下来了。七哥，没事儿，我可以的。七哥，你看我厉害吗？七哥疼吗？对不起啊，都怪我害你受伤了。没事，七哥不疼。 七哥，你会永远保护我吗？放心吧，七哥会永远保护千浪。哎，这，千浪，你快看看殿下怎么了？这。 怎么吐血了？殿下此次中箭，并未伤及肺腑，为何会变得如此之重？难不成，那兵刃有毒？兵刃倒是无毒，只是殿下在上次抗敌征战中身受重伤，落下隐疾，近日隐疾发作愈加频繁，恐有性命之忧啊！殿下有隐疾？ 我为何从未听闻此事？殿下对此事一直守口如瓶，想必是有所顾虑。这病难道就治不好了吗？老臣也只有用尽各种名贵药材，帮其延缓寿命。原本殿下应该还有一线生机，只是……什么？ 只是，那能救殿下之人已死，不提也罢。不可能，一定还有别的办法。啊，糟了，关键时刻怎么少了一味重要的草药啊？什么药？我现在就去买。哎呀，此药极其罕见，我也只在凌香老屋中有少量备药。只是，需在三个时辰内给殿下服下此药，否则的话，夫人，这。 我还没告诉具体的位置呢，快去追上王妃，告诉要塞西院第二间房左手药柜第三格。哦，好。愿天佑殿下度过此劫呀！这张青，给我撑住，我的仇还没报呢，绝不能死。 你快看看，这是不是还魂草？没错，这就是还魂草，我这就给殿下熬药。太好了！太医，你看，夫人，你看，慢点。太医，夫人怎么样？ 爹，您醒了。这怎么回事？昨夜您突发隐疾，是王妃连夜赶了300里路，才给你找到的救命药。后来疲惫昏倒后，一直叫着您的名字，
属下和青老就想，你们都已经是结拜夫妻，所以干脆就给你们。胡闹，他什么想法你难道不清楚吗？小人知错，先弃也责罚。退下吧。是。秋晴，你不能死。秋晴。那个我没有，你别误会了。我知道昨晚的事情，多谢夫人。那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先走了。活着就好，他救我，我帮他取药，天经地义。况且这样的话，他就不会怀疑我去春香楼的目的。况且他活着的话，我还能……儿，林烟见过大皇子，大皇子今天是来找七殿下的吗？他在卧房休息，我这就去请他过来。站住！嫣儿还在为本王送你来七王府生我的气呢。我只是去告知七殿下。要不大皇子与我一同前去？我亲自前来已是七王府的荣幸，哪有我主动寻七弟的道理啊。那我去把他给你请来。嫣儿，你受的委屈本王全都知道，铭记在心，日后定让你服侍左右，享受荣华富贵。大皇兄私入我府院内，意欲何为啊？七弟，你来了。本王听闻你又病了，特来探望。多谢皇兄关心。无妨。本王身为将来的一国之君，体恤臣子也是应该的嘛。不过嫣儿，既嫁入七王府，也得适当多关心关心夫君，不要一直念着本王哦。我听母妃说，你把本王赐你的礼物连同嫁妆一起带入了七王府，睹物思人，我懂。七弟还在呢。本王还有政务要处理，先走了。嫣儿，好好照顾七弟啊。王兄慢走。殿下别听他胡说，那些东西不是我要带入府上的。想带什么东西是你的自由，我不会过问。殿下莫要生气，那些东西虽然是嫣儿带入到府上的，但绝对不是睹物思人，而是什么？反正不是你想的那样。那要不然我把那些东西都扔了吧。挺好的，送我走。
七爷，这个画，山有木兮木有枝，心悦君兮君不知。临淹第一百天未见大黄土。哎，你看七爷，这个愿我如星君如月，夜夜流光相皎洁，烟儿日日盼君。别介意，我很快就得完了。我说了，带与不带，扔与不扔，都是你的自由，与本王无关。哎，那太好了，我这腰都酸死了。哎，那这样的话呢，明天，这些东西我明天再扔吧。今日事，今日毕。那不如本王来帮你收拾吧。那好吧。夫君若肯早日相处多好，否则我就不会这样腰酸背痛。这七爷跟夫人该不会是打起来了吧？你不懂就别瞎说。哎呀，看来啊，够他们两个忙一阵子了。困了，睡觉。你还不走啊？不行，
万一里面打得太厉害，我得进去劝个架去。哎，这种架也是你能劝的？你跟我走得了。我不走，走我你。我还是离开齐王府吧，我这就去写和离书。你继续嫁入王府，就是本王的王妃，没有本王的允许，你哪儿都不许去。我可是大皇子和淑妃的间谍啊，你还不让我走？所以我就买了新的送给夫人。嫣儿谢过殿下，只是嫣儿还有一些衣物首饰，就不劳烦殿下费心了。本王让你收下就收下。站住！嫣儿给殿下请安。夫人为何一见本王就想走？难道本王在夫人的眼中就那么的不堪吗？没有没有，嫣儿只是偶感风寒，身体有些不适。来福，哎，去给夫人备个暖炉。是，请。夫人，要本王送你回房间吗？不用，嫣儿有恙在身，我还是自己回去吧。赵青这家伙想干嘛？那天纯属是个意外，他不会是当真了吧？想什么呢？怎么动摇了？别忘了当初拒婚又让你饮下有毒的茶水时有多绝情。你说的对，不能因为他对我好就放弃复仇。你若是真想报仇，当初为何还要连夜奔走百里为他取药？不要再骗自己了，清醒点，
不要沉迷在这个杀人凶手的温柔乡里，你难道还想重蹈覆辙吗？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他现在对你好，说明他已经悔过了，难道就不能给他一次改过的机会吗？别天真了，他的好那也是对林烟，可不是对你楚子谦。那又如何？现在的林烟就是楚子谦，当初他对你的亏欠，现在弥补，不是理所当然吗？楚子谦，你不能心软，这个男人心机深沉，不得不防，不能先入为主。好不容易有了重生的机会，我们可以再相信他一次。必须要复仇，他可是七哥。好了，七哥，无论我们发生什么事情，我都不会忘记自己是谁。我是楚子谦，一个用真心换来你一杯毒茶水，楚子谦。哎呀，你们把这些东西往前往前，哎，还有那箱子，哎，那箱子拿走啊！哎呦，这个箱子要放在这儿啊！好，大清早的这要干嘛呀？哎，王妃，真对不住啊！哎呀，你们赶快注意点啊！王妃，那个，打扰您休息了啊。我已经被打扰了。大清早的，你们要干什么？灵州发生了大灾。七爷临时接到皇命，去往灵州处理受灾情况，我等正给七爷收拾出行所需，打扰了王妃休息，还请王妃恕罪啊。七爷要去灵州，何时启程？两个时辰后就走了。这么近，天助我也！赵青，你这回可是自寻死路。七爷现在在哪儿？现在应该在书房。夫君要去灵州。烟儿，啊，父皇命我去查看受灾情况，见你还睡着，就想等晚些再告诉你。夫君何时启程？我去给你收拾细软。夫人，这是要一同前去。夫君不希望我与你一同前去。夫人别误会，这次是奉旨出行，并非游山玩水。我是担心你身体吃不消。可是夫君一个人前去，叫我怎么放心得下？好，那这次一同前去。嗯。
夫人，夫人，夫人怎么了？夫人，你是哪里不舒服吗？我正好一路照顾你。没事，你在王府里等我回来，殿下会照顾我的。夫君，我们走吧。你怎么赶路的？哎呦，七爷，真对不住啊！这段路上碎石太多了，你和王妃啊，快要报警了啊！住！你们到底会不会驾车啊？你拿着匕首做什么？这个匕首。是我专门用来给夫君削苹果的。夫人该不是拿这个匕首想刺杀我吧？啊，那怎么可能呢？夫君，你想多了。夫人别紧张，我开玩笑。我当然知道你是开玩笑的。慢点，七爷。七爷，您慢点。慢点，夫人。公子啊，你行行好呀，孩子已经三天没有吃东西了，快不行了。给我口饭吃吧，公子。来，风来福，把车上的吃的拿下了。是，别急别急，大家别急。漂亮姐姐，漂亮姐姐，救救我娘吧！别急别急，快要死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秀儿。别急别急，都有。谢谢漂亮姐姐啊！大家一个一个来，都有啊。那好，你娘亲在哪儿？带我去见你娘亲，也许我们能治好她的病。来风，哎，你陪夫人去秀儿家。是，走吧。来风，哎，你去找间客栈，先把东西安置一下。好嘞。先别急，先喝口水，夫人马上就回来了啊！来风一直陪着呢。七爷，我们回来了。殿下，我们回来了。夫人，秀儿，
我们还是去晚了。娘，娘，秀儿，快放了。娘，我要跟你一起走。梅二姨，我要跟我娘一起走。你娘得赶紧安葬。起来，秀儿，秀儿乖，以后我来保护你。走吧，走吧，让你娘安心的去吧。秀儿，除了你娘，还有其他人照顾你吗？爹爹为了伸张正义，既苦求政府大人救济百姓，进去后就再也没有出来了。可恶！秀儿，这孩子太可怜了，我们一定要给他找一个好的容身之处。不解决造成这一切的根源，像秀儿这样的可怜人只会越来越多。嗯，姐，政府的人已经得知您到了，送来了请帖。没想到这么快就知道了，肯定有人走漏了风声。看来这个岳安阳来者不善，明日我独自前往，夫人就不必同我前去了。不行，我要去。我是担心你明日会有危险。那我就更要去了。你想，这岳安阳主动发来请帖，他们必定做好了打算。况且明天殿下要查些东西，肯定处处受阻，所以我想。不行，我不能让你冒这个险。那你还有别的更好的办法吗？殿下，我也想为灵州的百姓做一点事，求你了，行不行吗？好不好？那夫人明日得处处小心。好。夫君，秀儿这孩子你有什么安排？这个夫人不必担心，我自有办法。嗯，夫人，时候不早了，是不是该歇息了？我今天跟秀儿睡。夫君你先出去吧。出去。夫人出去吧，出去。夫人夫人。姐，你怎么还出来了？来风来福，哎，明日的事情务必安排妥当。是，你们下去准备吧。知道了。